你不要抓我！一起下去！啊！啊！好，两个发呆的还没死，平手哎、欸！开了。游戏。Human being， 哎、不是 human being，human being 是什么 ？Human failport。Failport。哦、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有丢给团团一个，有一个可以滑水的，我要找一下。啊，那个 human fall flat。我的天，我也没在。哇哇，我也没在，这个蛮快的。我也没关系，我们这时候可以聊天。差这次都只要差7000订阅，你只要在7000订阅。可是跑酷那个嘞，跑什么酷？不是跑酷这边大家都有吗？没，我没，我有。没关系啊，载应该没有很久吧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要聊天一下吧，差七千而已吧。哦、啊，我想起来，我就是这个 human being， 常会让我的滑鼠荡到不能动啊，我又不能动滑鼠了。嗯，那其实这个是滑鼠比较好用，滑鼠比较好用，摇杆超能用。来换死，然后改个标题。对呢。嗯、对，怎么了？改标题啊？改标题，改成改标题。标题，白了。标题改成改标题。这个改标题，他有一些衣服好可怕哦。他有新衣服吗？我一直以为你要说很可爱。很可怕啊！等一下你们看到就知道为什么会说很恐怖了。我来看一下有什么新衣服。那他工作坊有什么新的吗？你们观众推荐什么好玩的、啊？没有、啊，上次允月不是有载几个、啊，然后只最后没有玩完吗？我们之前有挑几个啊？对吧、啊？我记得有没玩完的，就因为光最后那个城市跑酷都玩到爆炸，不是吗？真的，那个牛仔好可爱。还是我记错了？哇，载好了，哇，好快啊！这游戏看起来答案就没有很大，所以就给影月开嘛。哦不，我的画面被看光光了。嗯，看一下。上次是我开的吗？我看一下。因为好像是团团。是我吗？因为是你找的地图。没有，是影月找给我的。我找的，我找丢给大家的。嗯。哎，看一下。看一下最多人订阅。看一下还没有新的。这个已经订阅过了。哦，我台中场也有去摆哦，记得来看我。哇，我觉得你们台中场真的会爆掉、欸，就会爆炸、欸，会超级爆炸。我夹在乔哥白跟阿金中间，真的爆炸了。而且重点是阿金还有卖鱼竿跟胡子的东西。对，哦、嗯。然后我觉得会爆炸。阿金竟然还跟我说你们的摊位借我放东西，我不可能。我觉得会爆炸。我觉得不可能。这个 skin 真的是。你们等一下看到你就觉得傻眼，小吧，我看到一张地图看起来好酷，要改，不过拔掉，可以先等下丢到群组里面，大家看到不要宰啊。嗯，哦，我找到了那一张地图，好像叫 Water， 超级留言 ，Water Side。哎，刚谁开？奇异游乐场游览工坊。嗯，还有个奇异游乐场。奇异，很奇异。那个看起来酷。奇异，嗯，可以，我又先按载了。我就是大家都要载吧。对，啊，不然会进不去哦。嗯，我要怎么复制这个网页、啊？要奇异吗？我奇异载了，不会载，好像要重开游戏。哦，你们是丢在那个第四啊？我重开这个有吗？这个我觉得好像蛮好玩。我的三影客，奇追影，居妙。好、啊，我载好了。哇，等等我。对，我们载好。这个吗？先订阅一下。好。可它有两个哎，不知道是不是两个都要订。等一下我找一下。然后它那个是什么？哇，好像是急流饭桌，周。急流饭桌。急流饭桌。可能要坐在桌子上。是饭桌吗？
半桌。他不知道是不是两个都要订，他好有两个。哎、欸，他是一代跟二代的。哎、欸，怎么跟我讲一代跟二代？订阅失误啊！订阅失误，什么意思？没事、啊。哦，没有他 TNT run 哎、欸，是谁、啊？他 Water Side 就一个地图而已。OK。嗯，他只是可能第二版这样。我刚刚他有 TNT run 哎、欸。你那个画面停住是因为我跳窗，没事、嗯、没事。我也是跳窗，是跳窗在工作坊，所以你们才会看到。哎呦，为什么每次切出去我的滑鼠都动不了？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又当掉了。重开，再看一下，反正就是，反正就是半桌。你们那个卷卷罗切的那几个嘛？嗯，好。重开游戏，鸡肉饭粥，鸡肉饭粥，鸡肉饭粥听起来很好吃，鸡肉饭粥，还是饭粥啊？饭粥喽，在鸡肉上面吗？这怎么开、啊？下载 ，play， 下载，谁开？我开，请，可以、啊。Online， 他下订阅完是不是要重开？要重开，重开比较保险。嗯。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画面只有中间方方小小一个、啊？你们可以直接加吗？还是我要压啊？应该是可以直接加，看一下，可以直接加。应该可。那直接加吧。这个游戏是不是上限是七个人啊？啊，是七个吗？啊、八个，八个，应该不会用奇数这么奇怪的数字吧、嗯？八个吧。记得那时候不是、欸、没有，是有时候有人进来会卡卡。等一下哦，对，你是谁？你自己看我的 skin 多么快。你是谁？你这样没有问题吗？他就自己预设这个梯幅的、哦。哎呀，晃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超奇怪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胯下的中间那是什么？这是预设的哦，这不是别人宰，我不是宰工作坊的、哦，他预设就这样哦。他预设的，完了。我问一下，我的画面他没有办法拉到长的、啊。我抓到了，抓到了。我这样怎么久啊？哇，要抓啊！方的，对啊，就我的画面变成比例怪怪的是吗？对，比例怪怪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调，我的设置那边它是正、啊、感觉是正常的。你不要这样调成其他的，然后再调回来。干嘛对我的马？这个、干嘛对马头那么硬、欸？我会有点爆冲、欸，或者要不然好像要啊关掉。我刚关掉重来还是这样子、欸，就调的话很小。嗯，画面会有一点突然就是卡很久，突然顺了一下那种感觉。哦，那是刚刚有人的进来，刚刚有人进来。现在有人了。那不然你重进啊，因为我们看你是顺的。对，我看你们是不顺的。你就重进啊，你就重进啊，不要，那你就只能忍受这样咯。好的，不要。我拿哦，哎，这拿不起来、哦，不是上次那个哦。哦，拿不起来了吗？不是上次哈基在摇的那个哎、欸。哦，真的哎，拿不起来了，他不进。哈基不见了。嗯，哈基有进来吗？他还没加。还在家。哎，我的设置坏掉了。还是你游戏关掉再重开。我重开好几次了，有人进来，不然就用你用手动拉，嗯，手动，就是你用手拉它框框，然后比如说你开 OBS 看，然后拉它那个大小，不是，它是方的在正中央，再怎么拉也不会拉得长，那应该是开到无边框吧？对啊。你怎么他有没有什么 Windows 的选项？没有、欸、我这边现在是全屏启用，然后他的那个1024×768，但是他的画面给我就是方的。那你就再调那个解析度大小啊。解析度我刚刚调了好几次、欸，我刚刚用成1152应用还是一样啊、欸。你是全萤幕吗？他全萤幕啊，我现在全萤幕。调视窗画。你调视窗画好。嗯。哦，我卡住了、欸。视窗画就变刚刚好一个方的。那你就用拉的，自装化之后再去调解析度。对，好，我试试看。我要重进，因为我卡在大厅里了。不行哎、欸，它就是方的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修起来喽！哎、欸，好像有喽，好像慢慢快要调到出来喽。这谁啊？是谁啊？智商啊？
谁啊？这智商门是谁啊？大坑木是这个是路人，你应该没有开到仅限那个。耶，他竟然救了我！你没有开到仅限好友。仅限好友哪边设定啊？刚开始开就可以了。设定现在打开很难看。这是哈进吧？这是哈，你看他脸，你看他脸，看他脸，看他脸就是啊。去看他脸，他有新的脸。有新的脸啊？对，他有新的脸。邀请 only。干嘛啦？要打开这个牛仔很烦，你有头发嘞？对啊，头发帅吧？我要加头发看起来好多了，多了一个路人、欸、我重开好了，你重开、啊、好，那我等你重开，因为我现在加不进去。那就是允月要那个要弄邀请。对啊，等一下哦，好，嗯，邀请，邀请，设定，我先把，好，可以。画面超卡，只有你超卡、啊，其他人没有。邀请，邀请，其他人没有，那就看看自己卡的问题，就是网络还是什么咯。对啊，对啊，嗯，对啊，我邀了，我都邀了。嗯，嗯，来了，邀了，啊，我的手，邀了，没有，繁星，繁星，他到底上线啦、啊？先上啊，要不要命你？嗯怎么了？我要看这个呢？怎么样？你看到码头了？对啊，码头，对对对对。我刚刚就是用码头在你前面晃来晃去啊，你没理我。对啊，你看到我刚才在那个，我们刚才就在抓他的，你就在抓我的码头啊，乱抓，还拉他，抓一下，抓抓一下，给我抓抓，抓到码头的手了，抓到码头手了，走开。他进来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再换其他的。好，我还没，等我一下。奇怪，我的按键怎么都不会按了？我右键而已啊，上下左右，然后左右键。哦，对了，我还不是摇杆哈，难怪我在摇杆搓了半天搓不出东西。嘿，嘿，好，好死！哦，这个小丑是谁啊？你是把码头改成你的脸吗？就码头啊？没有，那可以改吗？应该不行吧？可以改颜色，可以改颜色，可以改颜色而已吧。嗯，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该去换一个有脚的。对啊，你等下又找不到脚，真的。可是我现在怕我出去又进来，我进得来吗？再邀请，再邀一次。好，我要出去换一个有脚了。离开啊！邀请，邀我。哎，刚啊，等一下。哦哦，看到了，看到，没事没事。我就不要起来了。这画面超怪。我来看一下地图哈。哎、欸，我看是小白人呢、欸。没有，他还没跑完。哎呦了呦了！哦，你是牛头啦。哎，我是马头啦。哦，允月邀我。你是姑娘吗？我要抓你的牛头，你给我过来。你要抓牛头？你是姑娘吗？我你看我这样，你还觉得是姑娘吗？马头姑娘啊！你看我这样还觉得是姑娘？你抓我的牛、哦，你这样变态。我要抓牛头，我要抓牛头。你这母汤，哎，为什么卡一下？卡一下。因为有人来。我进来，我进来，让他来，让他来。母汤，母汤。哎，你牛头湿掉了。长脚，长脚。啊。你头湿掉下去哦。你牛头湿湿的。对呀、啊。正常。然后我突然好不习惯，我变高了。我有头发了，我长出头了。头哎、欸。哦。烤鸡，哎、欸，我的右手怎么回事？头后面怎么有网子的感觉？烤鸡，把它拉下来，拉下来，你拉下来。这是帽子，拉下来，把它拉下来，拉下来。因为它没有猫耳。耶，烟水机。鬼屋。哦，以前鬼屋玩过。鬼屋。哦，有、那個啊、没有没有，他在找图吧？科学怪人来着。你好像带游泳圈呢。哦，有了有，我看到那个。你是指肚子上的游泳圈还是？不是，他们有那个啊，你看哈进，他那个牛。哇，哈进，你好像游泳圈哦。嗯嗯，撞他，超像。你们都进了吗？进来了，都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那就开始呀，先去喽。先玩奇异游乐场。奇异，你们有模式吗？奇异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奇异，底下有简介说怎么玩之类的。嗯，哦，看一下。他简介项目看不到，就这样。反正进去就知道了，哎，开始，哇，你的牛，你的牛，你的牛在倒立耶，牛被夹到了，牛被夹到，牛看起来很，这要去哪？这要去哪？这要去哪？别在上面，我还在夹在，电梯卡住了，
不要压烤鸡。这是干嘛？哦、这是干嘛？什么？哦，这各种游戏吗？我还没进来。中立干涉装置。员工室。